我们今天来种牧草不种。之前没有长好，有那个雨水多，然后把它给淹死了。挖一个坑。这是之前种的，那没有长出来，这个挖掉了。现在我放多一些，放了四节，这样种好。这腰还是不行，弯不下去，稍微干点活这腰都受不了。哎呀，以前还不会这样，以前它疼它一下子就好，现在是越来疼得越来越久，时间越来越长，难恢复了。